江我是可乐，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，每跳一下天上都会掉一个爆炸洋伞。今天比较惨，出生在了一个丛林里面，虽然木头很多，但是地面太不平稳了，需要跳跃的地方太多了，就比较容易死。现在是已经做好了木稿子，准备往下挖石头，没想到这么巧，出生点三本就有一个很浅的矿洞，两边都是乌漆麻黑的，好像延伸很长的样子。可是我现在还没有火把呀，略微有点艰难。就有岩浆，但是没有桶，也不能接一桶过去照亮呀。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，如果我跳一下，上面就会扔一个爆炸洋伞，而且我的上面应该是很浅的，只有薄薄的一层地皮，应该很快就可以炸穿了，这样光就能透进来了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多跳几下，然后赶紧走，还是要保护一下自己的生命安全的嘛。瞬间炸穿，你看亮了好多，直接就看到煤炭了。准备黑暗的地方也要多跳几下，虽然我有火把，但是我就是要比试一下这个游戏规则。本来以为可以制裁我，把我死死摁住，没想到被我利用了吧？炸出了铁矿，真棒！突然发现了一个小 bug。爆炸洋伞下的距离是有限的，我站在这里还能稍稍炸到我一点点，但是我再往下挖上几个，这只羊就完全炸不到我了。那我今天要是挖矿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可怎么会这样做呢？这都没挑战啊，先上去刷个铁矿。 2000 years later， 烧着烧着就烧到了晚上，我可真的是太勤劳了。谁打我？呼呼呼呼呼呼呼，你给我下去吧。环顾四周，出去好像有点艰难呀，本来还想着先敲出一个楼梯出来，然后速度快一点直接跑掉，但是各种障碍限制了我，就有点迷惑。还是晚上呀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把自己埋在土里面，然后去找了点小零食吃，终于天亮了，至少是能看清了。发现在我附近五米的地方就有一条河，那么今天的任务就是逃离荒岛。 Ready Go。我要在湖的边缘挖个洞，只要我挖得足够长，一定能通向下一条河流。 Nice， 挖了大概有五六分钟了吧，终于挖通了。感谢可乐开辟了 MC 中的京杭大运河，这是多么光辉伟大的时刻，这将被载入史册，让我们一起为可乐鼓掌吧。